那没有凳子的，以前就那样子的脚卡住，卡了就爬爬上就吃了，就那样子就这样吃。哦，这叫跷脚牛肉。哦，这叫跷脚牛肉。我以为是这样的，跷脚牛肉。不是的。Hello， 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到四川乐山吃一个跷脚牛肉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吃跷脚牛肉的发源地哈，那个苏稽古镇。走，我们去看看那边跷脚牛肉是怎么做的。那是属于牛肉啊，牛肉汤。哇。那都是刚下山去的。你们吃那个跷脚牛肉，一般是中午还是晚上，还是早上都要吃？一般就是中午。一般都中午吃哈。中午晚上。这个是下啥子？是老汤。老汤。像那种是每天早上都要熬吗？每天早上都是去熬。哦。那牛肉是早上去买还是自己杀哟？自己杀牛肉啊？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跷脚牛肉这边怎么兴起的？就是跷脚牛肉是就是最早了，最早没有凳子桌子，就一根跳子。但是你们没有看了，我有老难的桌子啦，没拿这个。以前的脚脚上敲了，那走垮了搞吃。那脚敲了走垮了搞吃。哦，这样啊。啊，这叫跷脚牛肉。但以前的是长条子嘛。啊。然后我们都是滑了，但这后头改进，我们才滑了。以前我们都有那种桌子，晓得不？那没有凳子的，以前就那样子的脚翘起，翘了就垮垮上就吃了，就那样子就吃。就这样吃。哦，这叫跷脚牛肉。哦，这叫跷脚牛肉。我以为是这样的，跷脚牛肉。不是的，因为那种以前的那种山料用的条子，就是弄那样子等，以前从来没得凳啊那些嘛，就那样子炸起翘起脚就吃，就叫跷脚牛肉嘛，不知道都改成跷脚牛肉了，晓得不？这个苏稽是个古镇，对不对？啊，苏稽古镇这边。哦，那这里是。苏稽就是跷脚牛肉，是苏稽这边的一个地标菜吗？哦，地道菜嘛，发源地菜菜哦，发源地哦，发源地哦。原来如此。我们店开了总共是33年左右了，哦，33年。开了33年了。33年哦，因为我们是3年就开始卖的跷脚牛肉，我们烧了4年结婚。第5年生了我现在我的儿子是30岁了。哦，晓得不？我的儿子是30岁了。哦。啊，相当于这家店是你是老板娘。哦。哦，是的。哦。我们是三鸟早餐的人，不是这里人。三鸟。三鸟早餐。三鸟。三鸟。三鸟。哦，早餐。早餐。早餐。三鸟。三鸟早餐的。早餐。早餐。春春。周村哦，沙柳周村的，沙柳周村的哦，对，我们在那里这个罗这个罗山话太难懂了，我都学不下。我们这是正统的乐山话嘛，晓得不？哦，正统的乐山话。哦，你看嘛，我们这也是每天早晨要用的，你看嘛，用的骨头啊，用的肠子些啊熬汤嘛，你看嘛，骨头、肠子些啊。这还有几十种肉料，那都是一个牛的内脏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嘛，主要是还有几十种，配方的肉料一起熬。卤料啊，配方卤料。哦，你看嘛，还有生姜哦，还有各种各样的，你看嘛，都是弄来，就这样子每天都要先熬汤，晓得不？这个汤要先熬来，才有香味，晓得不？再刷一把肠了。闻起这个汤好鲜啊！哦，你看嘛，血骨头，你看嘛。都是用的水骨头啊，你看嘛，这么多的水骨头，哦。这锅汤要熬多久？这锅汤要至少要熬2小时，因为这是有老汤了吼。啊。没得老汤了吼，你要熬个半个小时才有很。这每天我们都要留老汤来一了啦。哦。啊，每天都要留老汤。哦，对了，对。就是我们早餐里面杀牛的，每天晚上杀牛的。哦，每天晚上杀牛的。哦，对。啊，杀牛过后就把这些运过来到你店里面。哦，对，这个是啥子？这是牛脊髓。牛脊髓。哦，对。牛脊髓是哪个部位啊？牛脊髓是牛的背胛骨上的。背胛骨上的。哦，背胛骨。哦，倒不是你要去骑牛嘛，你就去骑它的背脊骨上来骑了。哦。这种算筋吗？算什么？啊。这是一楼几缝缝一楼一滴滴就在的，你看一个牛只有这样一个，啊，就这样一个。你的背上面有。
北上没有。哦。哦，积水这个是。积水，积水。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积水。哦。一个牛只有一根。这个卖多少钱一份？这是卖20块钱一份。啊，20块一份。哦。不要讲话，东西贵，晓得不？一份有多少？一份就是一小碗嘛。嗯，一小碗。哦，就是最多二两嘛。哦，最多二两。哦，就是2两左右。每天都是新鲜的毛肚，都是新鲜的。你看嘛，都是新鲜毛肚，你看嘛，都是新鲜毛肚，你看。这刚刚才。一般早上几点送过来？早上5点过嘛，5点钟左右。哦，你看嘛，这都是新鲜的，才晒的牛的，你看嘛，都是才晒出来的。新鲜毛肚。留在夏夜啊。啊，这是千层肚。哦，留在千层肚。哦，每天我们，你看，你看。好大一片片的哦，要一片片的清干净，不是这一次专门捡湿了嘛，这要确实湿的嘛，要洗干净。哎，我说这有些人就说，哎，你们弄毛肚了哈，这个有股气，有股草气好重哦。我说我们这必须就是本味，本味就是这样的。你如果是用了啥子油料，你把它化一道，化几道了哈，就没得那股草味，就不是本味，就不好吃，晓得不？嗯，你要吃原味的。哦。它毛肚儿这些片片儿买是切啥子？切条子嘛。是条子。嗯，切成条子，因为你要先把这些刀开，那么切条子的。嗯。这会儿就这会儿这个叫，这样子一片大的。哦，一片大，一片小。哦，一片片的把它放在一起。你一片片的切就慢了嘛，你这样子把它放在一起切就快，晓得吗？嗯。哦，我以为这个是单独用来。你看，这块这个就切成条子，看到吗？哦，因为要切来四方要合适，要拆就拆了切，晓得吗？切的四方合适。哦。你看嘛，这切来就成这样的图图块，这样的条子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就是我们这个条子，看到吗？这个是冰冻了的啊？不是不是，都是雪的，雪的拿回来么？哎，经得冻干的，你那好切起来就不一样，晓得不？哦，早上你不是你没冻有好了哈？你不拿就冻死了，反正了哈。切不成形。哦，切不成形，起来就是很厚，晓得不？啊啊。这样子冻过，起来就很不一样，你看嘛。就是早。你看。早上拿过来一定要先冻一下。哦，冻一下，你看嘛。哦，你看，还有这起来就，这来起来就成形哦。每天我们都要用。100斤牛肉，100斤，嗯，要用至少用70斤嘛，啊，最多就是100斤左右嘛。啊，这样一碗汤多少钱呀？汤是免费的，汤是免费的，哦，汤是免费的，对，汤是免费的。那你们有小锅里面有牛肉吗？有，啊，有什么都有，啊，牛肉、毛肚、脆肠、牛屎、肥牛，什么都有。这汤可以啊。哦。那感觉跟我们在重庆吃的那种跷脚牛肉好像不一样了。免费的白菜，我这每样都给你来一些哈，啊，每样一点。啊，每样一点。对，每样都烫一点。腰片牛肉，牛腰片牛肉，牛心，牛舌。哦。它相当于就是全拼。每样一点。对对对。牛肝、脆肠、蹄筋。牛肝、脆肠、蹄筋、牛肠，什么都有，哦，什么都有。大概就是烫，就是3分钟左右。哦，烫3分钟，哦，我以为烫个几秒就行了。有是生的，有熟的。我还以为像火锅一样烫个几秒就可以了。哦。还有牛肉。牛肉和毛肚，吃一些。这是牛舌和毛肚最后上。啊，牛舌毛肚最后上。哦，对对对。前面的要烫得久一点。哦，前面的要久一点。好了。哇。来，
漂亮吗？就可以吃了吗？就可以吃了吗？这种。这个可以吃了。不打蘸料的吗？啊，不倒。哦。就这样吃。对对对对。吃原汤的。哦。天啊！然后油在里面，这油，有油才香。加点葱，好，这个好，搞定了，就这样吃了吗？啊，可以吃了，来，来，走。跟我想象的菜有点不一样啊。重庆的不是，还有那种牛肉，但是我要炒的，放很多辣椒、花椒这种，吃起来比较香、啊。这个是原汤的，这牛筋，不沾多量我吃不下。它这个腥味大不大吗？不大，多多少少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点，因为它是把那种圆筒垃圾才出的，基本上没经过处理。就是照我现在吃的几样，还是没有看到，没有感觉到那种腥味的。哇，你手上这批牛肉看起来好好，来紧的。牛筋好肉呀，它牛肉还是有点嚼劲，但是吃起来嚼起来香，就是牛肉的本味儿。这个汤鲜给，人家熬两个小时，如果没有老汤的话，要熬八个小时。其实说实话，乐山的牛肉哈是跷脚牛肉。不能叫好好吃，不能叫好惊艳，就是说你看着是没什么颜色哈，但是吃起来那个味道是，很鲜，晓得吧？很鲜，然后还有它的味道特别够，牛肉味特别浓。可像我们那种喜欢吃麻辣的哈，看起那个颜色是没啥食欲感的。但是我们那几天在四川来了。吃的唯一最清淡的就是今天那顿跷脚牛肉了。还有些人喜欢吃那种本味儿。想不到四川还有那个清淡的东西。他辣椒也挺辣的，也不是很清淡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。我们的四川之行今天都到此为止了，差不多。其实还是有点舍不得走哈。我还想去一边吃顿烧烤。我们下次还想去职工吃个钵钵鸡，还有啥的？厕所兔。厕所兔还好吧，就是最想吃的就是钵钵鸡，还有宜宾的烧烤。好，今天我们四川之行到此结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